那找飞机找不到，竟然找来巫师做法，这个画面还真的是传遍全世界，从来没看过的哈，也让网友拿出来大倒哭手。三名巫师坐在地上，高举竹篮和椰子，其中一人还拿着拐杖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动作就像划船一样用力划呀划。马来西亚巫王伊布拉辛二度现身吉隆坡机场做法，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加快海上救援速度，只是这样的做法已经引起许多网友反感，举起巫师大搞哭手。戴着安全帽，三个人，有人举哑铃，有人抬饭锅，还拿着雨伞，甚至屁股还跟着节奏用力往前扭，做法模样学得有够像，连网友自己都忍不住笑场。有人拿篮球当椰子，把拖把当船桨滑，还有人拿着精密仪器假装感应飞机位置，甚至还把巫师做法的照片与救难飞机合成，像坐上飞毯一样飞到空中，出现在喷射机驾驶座及救难飞机外侧，甚至还划船滑到的云端，更飞上外太空。马国政府到现在还在尝试各种方式，期待找到一线希望，但这些超自然的方法也引起网友反弹，怀疑这些做法对于加快搜救进度一点效果也没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